今天我们让密室也有了年味啊！快过年了，我们免费给您安排一场，想玩哪个主题？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你看那太客气了。那上那个没软干了，给你安排一场。啊，好啊，爸走，咱进去。大过年了嘛，咱也别玩去了。来，你给你买东西，坐着不要卖上。好吧。Later。你看，我寻思吧，他妈就没时间胡扯。你看那大过年了，不是？走吧，过年了，这不是不是？好，来走。爸怎么样？哎，你看，爸怎么有年味了？哎，爸，这画这个符放哪儿？哎，那行，你先回睡吧。啊，天中间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了好了，六有回钱了，看早不行了。哎，这个看的，说半个来回。好，我不干。哦，我只怕烫个刃。你看你多不容易，大过年都是回家。哎，走吧，大过年回来。那谁让你们进来了啊？你们不知道？哎，大过年别说也不吉利了啊！都搞我学校了啊！好，又在上台做人了是吧？哎，爸，你又进去别往屋里边的看啊！对，我知道可以准备多去了。来，拿着娃娃坐啊！你看别，这样子看亮不亮？来，姐，拿去。来，你看呗，整那么多电脑。哎，下个月再干什么？不能给我讲故事。哎，大过年了，讲什么故事？那给弄个热闹的，再活动活动。再注意注意。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弄板凳。好。见过玩密室玩的这么有创意的，哎，有，怎么着？今天也挺麻烦的了。哎，没有没有。来来来，大伙儿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